叔叔，你不是离婚吗？对，这样。离婚是对小朋友不良的示范呢。你请他出去啊！你做了什么事被抓到的、啊？来帮你们，来帮你们，来帮你继续继续啊，好好，轻松的抓。叔叔，啊，东西来，东西。要不要买口香糖？口香糖。哦。多少钱？喂。多少钱？一条50块。喂。为什么一条50块？因为我家里很穷，我阿妈都已经90岁，我阿公93岁。还好啦，差不多啦，50块差不多啦。还好，差不多啊，50块差不多啊。那个电影街还有一条卖1300的。电影街还有一条卖1300的。干嘛卖1300的？为什么卖1300？有有，我觉得你好像不太会洗头。没有有啊。干嘛？我是做门面的啦。说我是做门面的。我是做门面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看我的外形那么靓丽，你看我的外形那么靓丽，嗯，像您这类的客人，我们还不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吗？做门面的，然后呢？对啊，你们来这边的客人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。哎，你是那个演员，你姓黄嘛，对不对？你姓黄嘛，对不对？啊。我看过你演，我有看过你演的戏哦，拍的广告，还有拍的广告。我看过你的戏，也看过你的广告。嗯，你是黄西田嘛？哈，你是黄西田啊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那么气呀？叔叔，你要不要再买卫生纸？也是50块。我10块钱买得到，为什么要给你买50块？你人好好啊，叔叔。你阿妈90岁。好好。你阿妈90岁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人这么好，我介绍我妈妈给你认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人那么好，我介绍我妈妈给你认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也是离婚吗？啊，不要开玩笑。
好，不用不用了，你妈妈就不用了，好不好？叔叔，你不是离婚吗？叔叔，你不是离婚吗？叔叔，你不是离婚吗？对，怎样了？离婚怎样了？离婚对小朋友是不良的示范。离婚是对小朋友不良的示范。你做了什么事被抓到吗？你们请他出去啊！你做了什么事被抓到的？好，我听你的话，我乖哈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好，你就站在那里。好，好，那你去做生意，你去卖钱。好，躲到后面，躲到那个矮后面。你这个店呢，人都怪怪的。好，你就站在那里，站在那里哈。老师讲速度。被抓到几次啊？叔叔抓到很久，对不对？叔叔，我长大以后不要像你这样。叔叔，我长大以后不要像你那样。你很乖，很好。那你要不要买面子嘛？你要不要买面子？叔叔买面子嘛？买了，在那边买了。不能要，一直要重复消费啊，是吧？我已经买了，我买了口香糖，买面子。我妈妈很漂亮啊。现在帮你洗头的是我阿姨。帮你洗头的那个是我阿姨。我阿姨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我妈妈比她更漂亮。我就叫我妈妈帮你洗头不好。那你不要再被抓到哦，哈！你妈还帮我洗头，你不要在我面前就好，我怕你，我真的怕你。好，弟弟，那赶快进去叫妈妈来，哈！哎，你们怎么会让？怎么会让人家来这边？没有，因为小弟弟很可怜啊，妈呀！好，你不是他阿姨吗？是啊，我侄子啊。是吗？嗯。你侄子啊？这是我妈妈。不要了，谢谢。阿姨，你的小孩很乖。来叫妈妈帮阿姨洗头，快点。你的小孩很乖，你可不可以带他出去？但很乖。好，弟弟叫妈妈帮他洗头，快点。好。没事吧？好。好想打他！你是店的职员吗？叫他坐下来。你是这店的职员吗？你先脱下来。啊？你先脱下来嘛。我先脱下，请先脱下来。坐下来。哎，叫你们经理来好不好？我就是经理。我就是经理啊。好，不要，好好，不要再讲话，你不要讲话，好不好？拜托你。你长得好帅哦！我听不懂这个。我说你长得很帅。听不懂。听不懂。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再听。你不是台湾人哦。来，听不懂。你不要来洗我，你不要来，不要来洗我头了，你恶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店？什么很干净，很臭，很脏啊，很恶心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坐下来。哦，我叫别人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叫别人来哈。好了，你坐下来。你把刚刚那个小姐找来，我不要别人来，不要，你不要帮我洗锅了。你现在走出去，请他坐下来。好，那你先坐下来，我走出去。好。你来，不要忘记。莫名其妙。毛巾封你，然后再进来。刚才那位小姐又一叫帮你洗头。
不洗头干嘛搞这样子啊？那美丽啊！啊，造型，这是造型，这是造型啊。你觉得美丽，我觉得不美丽啊。这是我的造型。给你洗头很痛苦啊，我很难过啊。我觉得世界是黑暗的啊。好，开始帮他踢毛巾，开始洗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干嘛用毛巾？不爽啊！帮他披毛巾，赶快洗一洗好吗？拜托你，赶快洗一洗了，别等了。我看你好像不太高兴。你赶快洗一洗，不要讲话好不好？我看你好像不太高兴哦。你不要生气嘛。这样子会高兴的。你不要生气吗？你这什么店？这边。你会考虑跟我交往吗？啊，你不要讲话，你赶快洗一洗。你愿意跟我交往吗？也不错啊，长得又漂亮，又有人缘。好，你不要啰嗦了啦，你哥真的不要讲话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你可能不太喜欢我戴这个丝袜，那我把它拿起来好了。你可能不太喜欢我穿这个丝袜，那我把它拿起来好不好？要吗？你怎么样都好，随便你。你这样没有差别。叫光头帮你拿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健身怎么那么孤独？先生，谢谢你，今天我的服务到此为止。靠，你还长胡子啊？对啊。先生，谢谢你，我的服务到此为止。可以可以。谢谢你，我的服务到此为止。谢谢。啊，我先去帮你买单。那我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办？那你先坐着啊。我去换便服，马上就来。我去换便服哦，马上就来哦。今晚我是你的人呐、啊。因为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所以说我去换个便服，让你就。除了曾国城，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帮你打电话给曾国城了。真的吗？嗯，对，好不好？我这时就是帮你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，不要找我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嗯，再见。哎，小姐啊，您这店怎么搞的？没怎么样吗？没怎么样吗？都一些怪人啊，莫名其妙。